不见不散。3631，最近都遇不到你，我想亲自跟你说谢谢。31日下午5点，舞会碰面处，不见不散。通关密语是。阿嬷，不见不散，坚持到底，不能放弃。可是好冷哦，3631，拜托你，不要让我等到明年嘞。嗨，你怎么会来这？那你呢？我在等一个朋友啊，我跟他约在这边碰面。他是我在……我也是。哦。哈？你该不会就是……床前明月光，梦里肚子凉。红豆生南国，好汉不是我。真的是你，这么有趣的通关密语只有你想得出来。哎，那舞会那天不是约了要见面吗？你怎么没出现啊？哦，因为那天比较忙，不好意思。哦，那就好，我以为你在躲我，害我担心的要命。你这么在意3631啊？怎么会这样问？你不就是3631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3631它就是一个虚拟网友的一个账号嘛，那你怎么会这么在意它呢？我没想过网友虚拟什么的，对我来说3631，哦，我说你啦，教会我很多，我一直很想要当面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自信不见得是与生俱来的，也可以是后天养成的。让我知道做捷运也可以让心情变好，谢谢你。不会，虽然聊天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也很开心。不长吗？我们从开学就开始聊到现在，而且还常常聊到天亮啊。哦，对对，因为我常东跑西跑了嘛，所以对时间的感受跟别人比较不一样。是阿庆，这群嗷逮捕社员还等我们手上火锅料，走吧。嗯，我帮你拿吧。没关系，挂着就好。挂着不好签，我拿。真的太巧了，我没有想到竟然是认识的人呢。对啊。对了，阿庆说在操场搭帐篷露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好特别哦。好期待哦，不知道我等一下学不学得到搭帐篷。等我回去帐篷应该都搭好了。真的吗？搭帐篷会搭这么快哦？回去我们等事就好了。哦，好吧。119，发生什么事啊？
这么急扣119。佳恩现在在等一个网友去和他见面，然后那个网友是我，但是我不能让他知道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代替我去见他。为什么不让他知道？我有我的理由。好，虽然我不知道理由是什么，但是认识你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你那么急扣119。放心，这个忙就帮了。谢谢。耳环很好看，哪里买的？这哪有人称赞自己送的礼物好看的？哎，日子，你要套家的话，也不是这样吧？刘川，你怎么也会来啊？哎，你们吃早餐都不用约了。我有约，是你自己不在的。帮我点份一样早餐。老板，再份蛋饼。好。一杯红茶。好。耳环真的好看吗？长得那么行，好看啊。谢谢。哎，刘川。你早就知道3631是日期了，之前口风还那么紧，问你都不讲。所以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你昨天是不是吓一跳？对啊，我真的没想到竟然是认识的人。直说啊，还是要把数字转换成英文字母。哎，怎么考完试开始研究起密码术了？跟你说一个我很奇怪的直觉哦。但这样怀疑别人好像不太好。怎么了吗？我觉得日期不太像3631耶。怎么说？我跟3631有说不完的话，好像很能了解对方心里在想什么。但我跟日期总是没什么话说。以前聊天的内容他也忘东忘西的，总之很奇怪就是了。在电脑前讲本来就和当面聊不太一样吧。可是听白雪学姐说，日奇家里是开当铺的，跟3631的背景不太一样。再去找他问清楚好了。哎，你知道他在哪里考试吗？我又不是日奇的保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等一下，那边的耳环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刚刚还在啊，跑去哪里了？
你先别急啊。不行，这耳环对我很重要。你先想想你刚刚去过的地方。考完试的时候还在，后来经过舞会约见面的地方，还碰到日期，然后我就来寻宝社啦。所以没去过别的地方了？没有。好，你等我，我去找。见面地点，我还没说在哪儿。我找到你，果然掉在学校里。你在哪找到的？就在你和3631见面的地方啊。不是日期，所以呢？不过，我也不想知道3631是谁。我的不见不散。嗨，3631，对不起，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找你，可是见面以后你反而不见了。我们可以重来一次吗？回到以前那样子聊天。Skype。